我是旺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进行。等一下，我卡键。我们要继续来进行天竺鼠特特模组三团。今天我们一样要邀请小白继续来挑战天堂的各式各样的 BOSS 哈。那来小哦，小白跟各位打招呼。灰色，灰色，为什么是灰色？你看我是哦，你说你会射？你的弹药很多，不得了！笑什么笑什么？哎、欸，所以我们打败女武神这边是可以挖的吗？哦，变成可以挖的，是不是？可以耶，你把它弄坏了。对，我把，好奇怪哦，从你嘴巴讲出来的话都怪怪的。哇，我们可以直接挖出一个大洞，然后出门了。Yeah. 可以。那今天这一集开始之前呢，我应该会跟小白聊，挑战个太阳神或者是那个石头方块的 BOSS 这个样子哈，请各位留下今天多少赞好呢？你觉得呢？哦，好快，你挖了好多，5000赞的喜欢，让我知道你们会希望看到小白穿女装的影片哦之类的。哎、欸，不是直接穿过了吗？接下来我们来去太阳神还是石头方块呢？啊，石头先好了啊，石头先好了，那我们来过去看石头。来来来，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别再挖了，他们已经残破不堪了。喂，进去。哎、欸，你进去了吗？我来了，我在这里。啊，好，我，等一下，我再传一次。啊，哎，出水水，什么出水水啊？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没，我看到你。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有关 PVP 啊？有吗？有吗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我们没有关 PP。哦，天哪！哦不，他们会吞噬我，好可怕。对啊，他们会吸你。对。OK。好。你要送对地方嘛。OK。好，我们来打第一个 BOSS。这个 BOSS 印象中是要用十字镐挖才有用，对不对？啊哈。那我这边多给你一个镐试试看。对，这一个我只有一份呢。哦，那就我们刚刚获得的镐挖看吧。然后我自己试试看这些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效用。哦，好。好。那我们是要敲它吗？敲他就哦，出来！哦，他这个是要怎么评断伤害啊？还说要打五百下，是不是？要靠他五百下，只能打他五百下，因为他用高等伤害的东西，用高等伤害的东西。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用比较快的镐挖，他好像比较高伤害。那如果我用吹剑呢？吹剑不行，吹剑不行。那刀类。刀类不行，然后我来试试看大绝招会怎么样，但是我挑评级。等一下。哦呦。来，先让我挥几刀，我来挥几刀，挥几刀，来，挥。好，怎么样？挥。那么我们慢慢挥。目前还是381。我需要那个酷酷的评级。好 ，SSSSS。好，应该可以了。那我要来。水之呼吸。啊不行，我刚被打到，我评级下降了。好了，我还是乖乖挖好了。哦不，这个 boss 我不喜欢他。他这是强制大家都只能够用镐子挖。真的。我们来玩一个好玩的东西好不好？啊哈，我们来把它传送出去。好，我们来让他来去撞太阳神。好耶，走。好，我们来帮他撞太阳神。来，太阳神，按一下。来，过来，快。哦，他闯过去了。真的。来，我们过去找太阳神，找太阳神。哦，他不见了。他不见了。不能这样玩，太可惜了。哦，还有他们两个会吵架。难过。那啊，没关系啊，那个 boss 应该也没什么特别的吧？就是挖他。对啊，那我们跳过他。我记得我好像惹他生气耶。要怎么？我来看一下。来攻击他吗？攻击他。不能攻击他。哦不，这只是已经生气的。啊，这只生气了。对，我当时用拔刀剑弄出 bug 了，所以他生气了。哦，是他卡住了。他卡住了。GG。那我想想看啊，我们去另一个太阳城，我有后备方案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有点混乱。来，这边。后备方案。来，进来这边。啊，这次就可以打了。来揍他，靠他，有用吗？有用吗？没有用吗？还是我们要？离开哦，右键。哦，离开吧，人类。然后呢？不要生气，生气，赐予我，生气又生气。也许你是无知的，但是你想知道我是谁吗？来，想，你没有下半身。来，告诉我，两下。告诉我，小林，小林，你有什么兴趣？你喜欢动物吗？老叔。
好烦哦，干他没烦死，我们都要被烦死了，太久了，太久了。这是最后警告，现在离开或准备化为灰烬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生气气啊！来，如你所愿啊，好好。那这个直接打他好像没有用哈，对不对？打他没有用，要用这个球球，酷球球。那就空手来跟他玩吧。哦，也可以射酷球球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射酷球球吗？你可以用远程攻手段攻击到酷球球吗？白色这个，哦是要打白色这个是不是？应该是白色这个啊啊！对对对，要瞄准他，然后打白色这个回去。哦，好吧，打死他！我可不可以用雷电劈他？来劈呀！劈！不行不行，没有用。Where's 球球？来了，看到酷球球了。哦，这好难瞄准哦！天哪，超难瞄准！我记得之前玩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超级难，超级难瞄准。这个酷球球什么时候？哦，我刚，他是不是扣血了？他是不是扣血了？有，他刚好射出一个很快的打回去。哦，只会从他身体里面喷出来吗？对。哦，我听到你死掉的声音了。快，白色球球，白色球球在哪里？啊！没打到，没打到。敲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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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色球球在哪里？白色球球在哪里？敲敲敲敲敲，啊，他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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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啊，没回到，啊，没回到，啊，抱歉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哦，好难哦，好想跳关哦，我们来跳关好不好？我办法可以跳关，拔刀剑，听说拔刀剑可以跳关，我们试试看。真的吗？怎么跳？那个，你现在拔刀剑耐久度是满的吗？你可以看一下，它那个，它有一个蓝色框框，那个蓝色框框是全满的吗？欸，他现在耐久度28，欸，全满是50。来来来，我给你经验瓶，给你经验瓶。来，那我们现在按 okay, 按 B 键，压住。有没有紫色在身上出现？没有。有，被伤害到欸。这招是什么？好帅哦！那个是必杀技，拔刀剑必杀技。你刚是你施展的哈？对，你要再施展一次吗？来，给你经验瓶，啊，给你经验瓶，给你。哇，这是。这比什么呼吸还要厉害欸。你可以再按住 B 键，按 B 键，然后呢，你身上会有紫色光芒，你就可以放开来，压住，来看一下，他只剩一滴血，快死了，我们只要再拿球球去靠他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就只要中一次，加油，中一次就好了，中一次就好，好痛，快生球啊你，中一次。来，快点，我废了，干我一次都没中啊！出来啊！没有中，没有中，差一点，哎，中一次都好困难哦！哎，死了你！来，蓝色球球什么时候出来？我好饿，我要吃东西，好吃到了！啊，球！哇，他动好快，动超快的，动，快！哎，差一点。小狗狗哦，蓝色球球，来，蓝色球球，对他，蓝色球球，哦，没丢到，啊，动太快了，越快，他会瞬移，是不是那个瞬移？对啊，这好难瞄准，来 die，来，再一次，不行，我也想要一次，教练，我想赢，我想玩球。来，我啊！这么近我都走不了，这么近我都走不了。我看到你直接打到自己脸上，天哪！来，再来一颗，哎，一颗，瞄准，教练，我射不中，好强啊！还是得中他一次，好难过。哦，有了一次，来，让我中一次就好，让我中一次，教练，我想打球啊！干。哦，圆，时间过太久，他会不见了，好难哦！哦，不然，那个我不要了，你来帮我。他会弹。啊！我中了，好感动！我中了世界冠军！你可以的哇！哦，来开宝箱，我开了，我还多获得一个钥匙。Open， 这是什么东西？泡泡之戒，它可以干嘛？让你呸。谢谢哦，生命碎片，这可以加生命值是不是？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试试看，来，试。然后我不确定我没有加生命值。我目前看你42，你还是42。我看到了，因为我装了降魂，所以我的血量条不会变成两条或三条。哦，有，okay, 我看到我多一颗金色的小爱心，然后
不死鸟护腿他很厉害吗？他很酷吗？他看起来很丑，没有关系，你的更好。哦，那我穿穿看这个不死鸟护腿，我穿了哟。好，好，我穿。你像个，你像某种好有钱人在炫富，然后只有把自己的财产买一件裤子一样。我现在就是反阿神行为，我只有穿裤子。黄金圣斗士。哦，那不知道这吸血鬼之剑可不可以吸血？你愿意让我试试看吗？出来啊！好，那我先让自己烧一下，等我一下啊！啊啊啊啊啊啊！不对啊，我没有扣血啊！等一下，我 YT 心酸 ，YT YouTube 心酸史，拍片拍到、啊、哇哇哇哇哇哇啊啊啊啊啊啊！好扣了，好够了够了 ，OK， 我要来打了，我要吸了、啊，我要吸你了、啊、，I suck you 哦！啊啊 啊, 啊！快啊！等一下，我先等火、欸，我先等火小腿，等一下哦。哎呦，我会吸血，滴滴滴哇，吸吸吸吸啊，吸吸吸吸吸啊，吸吸。等，我现在吸你屁眼嘛！笑屁哦，笑屁哦！哎，好，我们进来呢。看看哈，我要哦哦，那个不死鸟护腿是不是有缓降啊？我看一下哦。哎、嗯欸，有缓降哎、欸，穿它会有缓降哎、欸。我刚刚是不死鸟，对，我看一下哦，我先飞高一点，然后把魔鬼的步伐，我把云朵扑掉。哎，我没有摔伤，我缓降下来的哦。所以不死鸟，不死鸟可以缓降，其实也没有很强，因为我没有这个云朵。对啊，哦，没关系啊，吸血鬼剑也蛮酷的啊。然后来看这祭坛，好看一下啊、哦，来，伤那 power。完蛋了，他是不是改版之后不知道怎么用？还是他旁边有什么煤炭要在旁边烧着之类的？有吧？之类的，不是很确定，那到时候再研究好了。好难过、哦，不能用。哇，新的太阳神出来了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这个云！揍他！他那么胖，他挤得进来？他挤进来，好大的替身，好大的阴影。对，好，我吸掉他了，我可以变成他哦。不要面了，真的。好，等我一下。我们再试他最后一次，只能在天堂使用。Yep。The sun still move this correct position。没有变化，他没有变化，他是不是坏掉？还是说在多人伺服器不能用？哎、欸，有可能哎、欸。那可能我要单人测试时候再来玩他了，好难过、哦。难过、哦，烂东西，烂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没有打赢那个方块，那个方块不见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作弊打赢了太阳神，感谢小白陪我一起来作弊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那今天就这个样子。留言说，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，小白你可以帮我说吗？我好废哦。有人说，要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就打了一个太阳神而已。留言说汪汪射超准的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啵啵。小白说啵啵，啵啵啵啵啵。订阅汪汪，大赞汪汪，捅爆铃铛，真是汪汪。觉得香香，记得分享，协助汪汪，煮点母汤。